对，自由的灵魂就是我的梦想，就是因为这该死的家世有了变故。想要表明您的兴趣，可以用更绅士的方法，比如请我喝一杯不错的红茶。听候您的吩咐，请下达命令。绅士的品格最多的体现在遇事不慌，从容不迫。受死吧，呵，尝尝这个吧，呵，很是让我失望的，俯首屈服吧，哼，这个可能会痛一些，呵，呵，一个绅士所到之处都会留有余香，